主神是妈祖，也就是仁慈天后婆雷妈。在今年的灯会，台湾护善宫以及台湾玻璃创意团队共同打造耗资千万的通天柱。通天柱在灯会最主要就是为了要庇佑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并且庇佑所有的民众来到灯会能够阖家平安。欢迎大家来到台湾护善宫灯区，进入通天柱，接受众神的赐福庇佑。通天柱的四周有着四神兽守护者，通天柱的出口与入口有着四大天王与看护者，让你从空调进来，离开从此无事。在通天柱的第一层外墙有着八仙，在第二层有着台湾护善宫白天的景观以及晚上的绚丽。在通天柱的第三层有着道教最高的五位女神，有瑶池金母、至尊地母、五三老母、九天玄母以及准提佛母。在第四层天外天有着三宝佛、三观大帝以及三清道祖。在最顶端也就是第五层，抬头仰望看到了一个单字，那个字念气，气字。